耶、yeah, ，开了。开始吗？那加入。开了。嗯，我开始了。嗯，好漂亮。嗯，这光很漂亮。我想说谁漂亮？光。传送要求。是光，是光。哎呦。兼职团最是。哎，有我帮你加了。哦，刚有吗？有。哪有？可以可以，芳芳剪头发。芳芳剪头发，玄宇也是。也。也。耶、yeah. ，Hello， 玄宇感冒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，好很多了，好很多。好复古的发型。哈哈。我很不自然。在看，有人还在上班，但可是看了直播。哦、oh, okay. ，老板，喂，陶哥，有人在看直播。找老板一起来看，那立刻退出。玄宇感冒比较好了吗？好很多了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对，然后我等下不会讲话，就代表我有卡痰了。不会啊，他好很多。嗯，因为我们这几天都密切联络、密切接触。所以你是医生染过去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是方外。不是。今天一大进医生的疑问。我们另外一面其实是医生跟。病人之间好糟糕啊！糟糕啊！超刺激！我在写剧本，小姐，我在写剧本。在，小姐说 ：“Hello， 宝贝。”哎呦，小姐，我在写医生跟病人之间。昨天是军中情人，今天是那个，今天换那个别的医生。那走起来就变太阳的后裔了。哦，病人哦，哎，好像换台版太阳的后裔。快笑大家晚安。Hello， 日本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好猜，什么意思？担心。今天学语系安全带好可爱。哦。哇，大家有看到那个很慌张的就，嗯。手太会系安全，手有点笨。对，手偏笨的流利。小蓝胖鸟今天终于出镜。没有哦，还在哦，欸、在这，还在哦。嗯，小蓝胖迪加啦。去。昨天陈芳写的剧本《玄宇》还满意吗？嗯，不错吧，蛮有挑战的。不好说，天兵的部分。呜呼。今天这集超甜的，嗯，你们要先退出，然后再正式开始，好吧？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那我们先退出喽。今天约会开心吗？完全没气氛。那个学企鹅走路很可爱，企鹅好像到时候会有一个更可爱的影片，好像官方会释出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我们昨天有偷看到。企鹅舞的部分，企鹅舞，你昨天是没有看？我没有看。好，先打招呼吗？ Hello. 打招呼。大家好。打招呼。大家好。안녕하세요。Hello。日文。안녕。Ciao。こんにちは。现在流行用念力开门吗？哦，最后面那个地方，哎，有日本的朋友们 ，Hello， 大家可以猜一下，就是最后第四集后面，到底古老板喝了多少 CC 的那个，多少 CC 的 whisky 哦，那个东西，没有，我要说的是蜂蜜水哦。whisky， 你知道他那些 whisky， 我们在看那一场蜂蜜水到底喝多少？哦，超多的。他喝好多杯，好多杯。
2000，两千 CC， 而且我记得又去加泡，对，然后导演又说要，因为他是放的时候他又在喝，然后原本就想说那自己倒半杯就好，可是没想到阿金就是又把它倒满，然后自己在那边喝，喝到有点，对，然后导演说，然后没有，导演都没很靠，对，然后说来再拍特写喉咙吐那个水，哇，狂喝狂喝。老板的喉结很好看啊，乔姐说的。哦，来，我们来喉结看一下。展示一下喉结。喉结的部分。侧面。侧面是我们喝水一样。喝水一样。看看看看，你看喉结的部分。哦。用喉结演戏的男人。用喉结。哇，这么厉害，用喉结演戏。那个真的是有性感。嗯。很性感，哎，真的大家都说很性感哎。下面哥哥姐说一定是得罪导演，真的那一刻见不到，对，会一直跑厕所，对啊，那时候后来好像是不是要喊看，你说等一下我要再做什么，对对 对，不然真的没办法，因为喝超多，就蜂蜜水只有第一杯是蜂蜜，后面都是白开水啊，赞，导演说赞，现场是。邦邦这两天头发都是自己抓的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给人给专业的用小惊喜，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啊，外套很好看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没有赞助，不能秀，没有赞助，没有没有赞助。乔姐的多重宇宙，爱你啊。花絮里同款的 dress code 有好笑到，想想花絮发生什么事情？第四集吗？哇，第四集的花絮，我今天有看啊，但我忘记，我们等下再看一下花絮。好啊，我有看，那等下再看一下。日本的粉丝说老板就是帅。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嗯，现场喝水重现那段，快点，股东邀请，股东敲碗。好，那我们终于是股东跟别人敲碗。为了拿到我的剧本补助。对，你都帮你本找总监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一瓶水，然后我变魔术了吗？你们要把喝水掉？就我们看一下那个喉结部分。哎，我那时我有镜头是这样，镜头是这样，是这样这样，你是因为我在，其实我在你这边，好，对是对的。而且他那时候在拍戏的时候，真的是直盯盯的在看他的喉结，我就跟着喉结动，然后就呜呜，其实我在跟他喉结打招呼，对啊，呜呜，很吓死哟。所以他那个剧里面那个表情是真的，不是演出来，那就真的就是看喉结看到。对，而且他那时候，他觉得你那时候有在拍戏的时候，发现哎，你的喉结好像特别大的。对，而且他那时候说，你那时候说两个，就一般的人是就一个，就平平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下面这边还有一个。为什么你有两个？就快点，现在摸你身边男生朋友，他有几个喉结？对啊。是耳鼻喉科吗？对，其实就是触诊的部分。你是学女才发现吗？没有，我自己就知道自己有两个喉结，但是我没有，应该说我不会去注意别人的喉结。我只知道我的喉结哦，就是好像就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就是他占的比例是这么大，对吗？你就只有一个这里啊？对不起，好孤单。不会啊，孤单脑喉结。有人说那是甲状腺吧？我也可以。我甲状腺在这边不是吗？刚有人解答花絮的问题。嗯。陈邦在花絮里面穿的衣服，就是那个水族馆的衣服，跟海狮同款。哦。哦。那也是吧。哦，海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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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海狮，海狮很可爱，海狮正在里面。对啊，很自然的活着。然后我突然想到，我昨天被说就是在他心里是一只海狮，长得，大家可以，如果要做影片，这边可以帮我放上来。真的是海狮会，海狮会，海狮会，海狮会害怕，好可怕！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可怕的留言，不敢念出来。
什么留言？哦，很烫很烫。这次台湾我怀疑你在开车，我没有依据，真的，真的真的。变白吗？我是香港的粉丝，哪里？哪里有变白？我也没有看到你变白。古老板变白了，哎、欸，没有吧？这哦，这边的灯光跟灯光的关系吧，因为我们今天整天都在工作，就整天从下午就在一起，然后一直到就是我们也是到晚上来收工，然后就临时找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直播来聊聊天。玄宇可以温柔摸一下喉结吗？老板，这是什么？会痒吧？不会，够温柔了吧？啾啾啾。来，你什么感觉？就是很凸啊。你在摸我手？我在假装是有没有发炎？如果没有，就啦。阳光传染给你。我假装是已经消了，但你应该。没有吧、啊？没事，很健康，健康很好壮的。我一天到晚都在担心说我会不会把感冒传染给他，然后他都说不会，我是头好壮壮的宝宝。两个人真实的酒量如何？哇，好犀利的问题，犀利的问题。就至少我看过他醉，他还没看过我醉。对，好呛哦。哦，太丢脸了，那是扁条线，不是甲状腺。不是真的，大家想说，那不是扁条线，对啦，发炎的是扁条线啊，不是甲状腺。甲状腺是什么抗症还是什么之类的 ？Sorry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在这边正式更正一下，这是甲状腺，扁条线在这边。非常娱乐的节目。换老板摸喉结，你说摸他自己的吗？不是啊，他摸你说摸我喉结吗？要刚摸过啊，就是一般人的喉结，哎、欸，其实你下面也有，只是没那么凸。随便，是，我要怎么讲？下面比较小一点吗？这会歪掉哎、欸，要开车？可以哦，生物课医学频道，对，这边整个已经歪掉了。那古老板醉了，是玄宇扛回家吗？没有把他叫车，因为那天我还留下来继续玩，跟他继续玩，然后就说他醉了，把他送回去了。又歪了，阿内姆汤。好，大家看第四集有没有什么？第四集是我们很喜欢的集数哎，对啊，真的是在那个。X Park 就是我们拍了一个大早上，在大家还他们还没开门之前，我们就先去拍了。嗯，然后拍得很快乐，而且那天戏里面是刘丽生日，在拍 X Park 当天是我的生日，所以真的就是真的，我那天真的是超级开心的。那天整天就是在玩，对，他就是真实的，就是都在玩，都在跑店，然后他们吃爆米花，然后吃喝喝这样，很快乐，很快乐。第四集好好看，谢谢。其实从第四集开始就会带他去模拟体验什么叫做爱情，对，所以这边可能前面就是有点类似我在。料理牛肉面一样细火慢熬，然后现在慢慢的开始，熬到有点东西出来，慢慢的冒出头了，开始要菠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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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然后到第五集就突然，不知道哦，不知道，大家看就知道。两位最喜欢里面的哪个动物？我好喜欢水母哦，我觉得在水母好疗愈，就是因为它那个灯就是。一直在变换灯光，然后它又旁边都是镜子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这样看着水母，就一直看，看，看，水母有够赞。第四集有黄春，黄春是什么？还是打错字呢？下一集预告看到小作家捧着爆米花抖抖抖。你现实生活中是敢看鬼片的人吗？我很喜欢看鬼片。好，非常喜欢。
超怕看鬼片的。意思，水族馆里面有没有更多照片可以放出来？超多哎、欸，很多蛮多、嗯。水族馆因为真的就是狂杀底片、嗯，就是到了我们两个自己都按照手机在那边拍拍拍拍拍拍，所以到时候大家应该，因为那真的太难得了，没有人。第四集感觉进展神，他应该讲神速。嗯，下一集古老板就要开始欺负莉莉了。那还没吧？我刚在欺负他。还没。你欺负他是吗？那一句话你知道台词是什么吗？就是你那什么，你太单纯，但很容易被欺负、哦。我猜他们讲的应该是这个东西，没错。第五集那也不算欺负，那是让你看一看这世界上人心险恶的地方吗？所以就要用这种预教，就是身教的方式。那你干嘛丢？对啊，水母真的，大家也觉得水母很可爱。人问那古老板喜欢哪一个？如果我喜欢哪一个？海洋生物，就是那一天去的，在水族馆里面的。对对对。水族馆，我好像也是水母哎、欸，嗯。但是我很喜欢，就是我们在那个水族馆，就最大的那一面，对对对，就是一人一边那个、哦。那边真的是有够漂亮，嗯、我们真的一度两个人没有在现场，就是真的是出神的在看那个影片。然后大家就说：“来哦，要工作，要工作。”有人说玄宇本人喜欢吃葱吗？我超爱吃葱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怎么看刘丽喜欢跟玄宇喜欢，就是把我们两个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对调。就现实生活中，其实我超讨厌吃番茄，就是我不吃番茄本人，然后只吃番茄制品。可是刘丽超爱吃番茄。我是猫狗都可以，我没有一定说是猫派还是狗派。嗯。你好像小动物你都蛮喜欢的，但我偏猫派，狗狗太麻烦了。日本粉丝说日本有只有水母的水族馆，在哪里？哦、真的 哦，请大家十八姐来一下，他们可以去在哪里？请留言。对啊，水母的水族馆，那个日本粉丝，你先告诉我们在哪里，然后乔姐还在吗？乔姐，哎，股东。Hello， 股东，这是日本粉丝要告诉你哪里只有水母喽。我们好想也好想知道哪里只有水母。我很喜欢新香料的东西。哦，对，葱、蒜、辣椒都蛮喜欢，但我不能，我好像也没有到很辣。辣，对、嗯，就是很喜欢那个调味。嗯。公费旅游。对啊对啊，乔姐 ，Hello， 还在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公费，我们公费工作。哦，对，没有在旅游。哦，不愧是老板，老板大爷。反正先去就好，能去。乔姐不在。乔姐刚有屏蔽啊？对，刚刚乔姐免疫屏蔽了。不在。日本有虎鲸的水族馆。哦，香菜 OK， 香菜 OK。我超爱吃香菜。香菜 OK。N 三，股东什么时候要拍《爱的鼓励》？这个东西大家应该可以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股东好像想找帮手。哦，我们刚刚看到另外一个，就是小金主妈妈，她说以上类格都听不到。哥哥，乔姐不在，乔婉。31个人真的超强，对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再下一个 flag？ 为什么放下一个？到底要过什么关？大家什么？对啊，就是感觉要再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办法，就是再让我们超过个，我们上次是定50个嘛？嗯，已经超过了。那我们，对，可是我们是才累计式的嘛？对啊，累进式的，所以你们觉得要多少以上？就应该要再有一个，哪一种？譬如说啦，不是我们两个，就是譬如说看谁去忠孝东路前面，还是你们要跟乔姐一样找特别嘉宾哦，我们好像也可以找特别嘉宾，
31个是我的极限，你很31个那个人太厉害了，就是吓到，然后哇，全部人都跟着。同事应该水母的水族馆有答案。哦，乔姐，那个这里有一个 EN 哦，玫瑰姐姐，玫瑰姐姐是玫瑰姐姐的账号。对，玫瑰姐姐账号，乔姐在那边哦，她有附网址，你帮我们先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在了。日本的股东，对对对对，日本的股东，日本股东，满100个来个爱的鼓励，忠孝东路快闪吗？100个会不会太少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现在超过，我们现在已经累积应该有。有没有七？有七的吧，七。这样子要再加30。对啊，你再随便找一般同事，瞬间找一下，我们明天瞬间就要去中孝东路了。太多。好，这让我们先讨论一下，到底我们要许多大的愿？鹤冈市立加茂水族馆。哦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其实水母对我来讲又爱又恨。你是被它蛰过？对，因为冲浪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有一年的夏天，我就去宜兰那边冲浪，然后就遇到水母，它就整片，就是我大腿，就是大概没有到很多，就大概四分之一，就是红，就是一片红的。那要怎么办？要跟蜜蜂一样要尿尿吗？没有，那个箭头哦，那是假的。对对对，就是你就是不要去戳它，然后不要去拨它，因为它水母的那个蛆蛆都可能残留在你，所以它是粘在你这边。对，所以你要用别的东西去把它拨掉，不能用手，不能用其他部位去弄。嗯，那弄掉，然后受伤的地方怎么办？就没办法，就找，然后可以用那个热沙，就是那个沙子。就是海边的那个沙，然后去敷它的。很多，我不会再跟你去海边了。真的有刺吗？会，就是会刺痛，就是会灼热感，刺痛这样。灼热感是跟在骨子的。啊，不一样，是痛到里面，是神经的，这不是表面的，很痛。对，所以其实又爱又恨，因为水母真的很可爱，但是就是在冲浪的时候遇到它是哇，确实会很敏感。嗯，会不舒服的。我首先再帮乔姐传个话，她说玫瑰姐姐自己贴场地自己负责啊。玫瑰姐姐，那不好意思，那日本股东，大家改敲碗对象。对，我们先敲日本股东。水母啊，其实会怕，因为有分没有毒的水母还好，如果有毒的就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对，它有些疤痕是。我像上次我碰到那个好像有毒，所以我现在还有一点点就是水母的疤。我等下看。严重，好，你们自己。严重。可能好像没有发现过。对。好，就是淡淡的，它不是那种很深那样子，像我烧过那种没有。不敢相信，古宅日本分部股东。给我们看疤痕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在哪里？说是内侧哎。对啊，大腿。说什么？你先按退出。还笑人家，还笑不笑人家？你先按退出，退出在这边，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，莎莎？不可以哦。然后、哦、我不知道，他不是另外一边吗？哎、欸，哦对。玄宇有害怕的动物吗？可能因为我会跟动物讲话，所以我好像没有真的、哦。本人也会跟动物讲话。本人会跟动物讲话、啊。你说遇到一只狗，你就会开始跟它。对，你看过一个影片，叫狗狗可爱的狗狗，然后狗就。哦。你都跟它聊什么？怎么办？会大家会觉得我没什么朋友，所以很可怜，要跟动物聊天，跟刘丽一样。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对啊，就是。哦，真的会跟动物讲话，但我好像没有讨厌的动物哎、欸。现在想一下哦，你有讨厌动物吗？除了水母，你也不是讨厌它，你只是被它伤害过而已。没有，动物我没有，我也没有哎、欸。嗯，我们两个都。你们可以蟑螂。蟑螂可以啊，我可以，我可以抓蟑螂。你也
我不敢徒手啦，其实我徒手应该对啊。那你想徒手？为什么？你我也可以徒手抓蟑螂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可以这样抓起来玩弄它吗？因为我们家抓去就头拔掉，我不能拔头，为什么要拔头啦？有蟑螂会玩那个，我会跟蟑螂聊天，我叫离开。啊，他有听你的话？他没有，他们会更嚣张。没聊没了，对，动物沟通师吗？真的，我会，我很想努力往这方向，真的。迪士尼公主吗？啊，你说那个被打开窗户？刚刚有粉丝帮忙翻译，说乌克兰的粉丝说你们很可爱。Thank you， 哇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玄跟瓦基一样可以徒手抓，没错。还好啦，蟑螂其实不太可怕。我选你跟我妈一样哎、欸。略过那一个，我刚刚有看到，但是略过。不是吧？不怕蟑螂吗？还是打死比较快？还好啦，下次跟瓦吉比赛谁抓的多？你们两个比赛就让你们两个比赛用。哈哈哈！好可怕。倒数。抓蟑螂小分队，蟑螂都可以聊天，太扯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是跟他聊天，是你要教育他，就是你要跟他讲说，不要在这边，你在这边，如果你今天不是遇到我，你就会被杀掉。Oh. 那你就先，你赶快回去，你不要在这边。比如说他在厕所，你就叫他先到房间。你当带回厕所，带回厕所。Oh. 然后你明天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Oh. 那你对 是要跟蟑螂讲道理。你们大概把蟑螂看什么？好另类的比赛。这段今天怎么会转歪？对啊，讲到转弯啊，因为海底动物啦，海底动物。因为海底动物被延伸到海底，对，就是突然从蟑螂，然后讲到就是刚刚有讲甲状腺啊，然后扁条线啊，现在这个好可怕。因为大家看的那个生日那一趴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吗？就是，好想知道大家都怎么庆生的、哦，因为在戏里面，刘丽是不过生日的，因为她的家人都不在她身边，然后她也好像没什么朋友。那大家过生日都怎么过？给接下来要生日的人参考一下。我们要给大家一点时间。喝醉啊！喝醉就睡着哎、欸。嗯。海底人喝醉很好看啊，就是来，你先把手打开一点。你是要学一下海底人吗？这边会有个垃圾桶，就这样子。对，大家看到现在就是他喝醉的样子。很安静，那你叫旁边的。然后就这边的，来。还好我们两个喝醉都是那种不会吵不会闹的人。生日通常都在工作，蛮好的啊。这样子，突然这样讲他会不会很难过？就是，其实今年生日是我第一次跟工作一起，就我今年生日是我们两个都是在工作中度过。对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小迷信，就觉得说如果生日在工作生日的话。就会接下来工作会顺利。我们卡住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卡住。你自己卡住？没有。生日都在期中考。哦。和家人一起过，吃饭庆生手做卡片，或是偷偷观察对方想要的生日礼的东西，偷偷买来当惊喜。你很棒哎，学一下好不好？我最近想要买一台车。哇哦，你要哪一种？就是电动？不，是真的可以开的那一种，遥控车。倒数。有人说他今年去海底捞听生日快乐歌，海底捞生日快乐。有啊，他们自己的。哦，是哦。没有听过。我只知道扁扁的。对，海底捞有自己的生日快乐。从小没过过生日，也不习惯跟朋友分享生日。
哦，没关系，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，我们可以祝你生日快乐。连续两年生日都确诊，保重，记保重，保重你，保重，到底还可以。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太好笑，不好笑，不好笑，不好笑，对不起，不好笑，不好笑，不好笑，确实一点都不好笑。身体重健康最重要，不可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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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病。生日都在暑假，没有办法跟朋友一起庆生。可以啊，暑假还是可以跟大家约要。生日都会遇到连假，哎，我跟你生日差两天 啊，你是四月六号吗？我是四月四号。哇，你看你这么好，其实是别人的生日。没有，对啊，他账号吧？对对对。生日就是要玩砸蛋糕，不然就去洗车场喷泡沫。洗车场。哦，这是学生时期在玩，好青春哦！哎，真的，那时候大学的时候，然后，这样我继续数。好，我在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就是都会帮那个就是同学庆生嘛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企划一个，因为那个生日的那个同学很爱摩托车，他摩托车就是他小老婆，就是他老婆。有的人对，就是小老婆，他老婆的概念，就很爱惜他，任何一点脏就要洗车这样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们就今年的生日就对他的小老婆下手这样。然后没有，然后我们就拿那个保鲜膜，就把他车把它捆起来，捆一捆，然后外面。保鲜膜外面贴那个便条纸的，然后每一张便条纸上面都写生日快乐。欸，其实也蛮用心的，那吓人，对不对？那他有开心吗？他说：“啊，我抓狂，你不是这样啊！”你从外面保鲜膜，开心，对的。而且是在他下班后要回家呢，就是已经很疲累，然后觉得我看到他好气哦，对，我还要拆那个东西，快乐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会说黄晨邦来帮把他撕掉，我在这边等你。通常会叫到黄晨邦三个字，就是因为已经在不开心了。晨邦生日跟我亲妹同一天哦，孝数，大家开始会用孝数，从此生日一命。对啊，其实我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剧本。今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对，先唱过一个，现在有了吗？总会有一个《翠屏中选》乔姐愿意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哪一个？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好，我晚点再，你说再告诉大家，我们先聊一聊，好，会感，会好好好，会丢梗。对对对，我们大家来看一下，就是还会有什么编剧的内容。今日份的剧本，黄编剧上线啦、啊！对啊，看还有没有跟玄一起有的吧的剧本哦。所以玄宇私底下都叫陈邦还是邦邦？我还是都叫阿静哎、欸。他是不是没有看前面直播？对啊，我们行哥姐说你是不是没有看前面直播？但是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太以前都是只有我们两个，然后因为现在要宣传的关系，会跟。更多工作人员聚在一起，大家就会开始叫陈邦、陈邦、陈邦。哦、oh, ，对，就我也会偶尔会被影响，也会啊那个陈邦，就是因为在远处叫阿静很奇怪，那个陈邦，对，就是阿静，对啊，但我还是比较喜欢阿静，阿静比较亲啦，陈邦就是工作我在工作，嘿妹，阿静只有我能叫，先说，哦，开始有那个。有粉丝在那个，你就敲完，敲完你的剧本先上，还是今天剧本主题就是生日的？哦，生日，上一个生日，水族馆之类的，生日是这个元素。哦，好，别这样，很难想象。我们给他一点时间，给他一点时间。你们都怎么自己过自己生日？有粉丝问这件事情。我不过生日，
嗯，我自己是不过生日，就是我生日那一天会整天的时间都留给自己，都没有就留给家里。啊，国历农历都是吗？我只要过，其实只会过国历啊？是吗？就是、家人都会，就是我妹会可能买个蛋糕，然后就是大家切个蛋糕这样，但也不会特别去说啊要订餐厅，或者是有生日礼物，或者是要干嘛一个仪式这样。嗯，对，我家人好像都不是走这一块的。嗯。但是就大家聚在一起，对，所以我才说，我觉得我跟古晋真的是就是两个不同的人。对，古晋有过生日吗？古晋他会帮你过生日啊，对，有力过生日啊，就代表他在意这个，他是有仪式感的。对对对。那我跟这样蛮像的，我是会过生日的人，而且我会分国历跟农历过。哦，两个，太多了。然后不小心可能那国历生日会过一个礼拜。哦。就是国历我通常是跟朋友，就跟朋友，然后农历就这种农历生日我一定要留给家人。哦，你说跟那种就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亲戚那种，因为就是我家人，爸爸妈妈、弟弟这样子。因为通常会过农历的亲戚吧，就是南部，因为我们南部都很重视农历生日。在广东吗？是没有，没有。流水席，流水席。请问我是谁？玄宇哇，几年大寿这样，剧本把这加进去，跟神明笑死，然后要放鞭炮，对，要放，然后先舞龙舞狮，对对对，然后你要穿着西装上台，大家致辞，每桌敬酒这样，这婚礼，对，好累哦，好累，你这样好累，农历感觉跟家人过真的。流水席加电子花车，哎、欸，那是电子花车，男朋友的样子，哎，真的是神探的很浮夸。刚股东说，那个帮陈妈要先变魔术，才能写剧本。变魔术，我在练瓦吉的那个编剧笔稿，因为瓦吉之前要编剧，你们是不是有些差异性啊？就很多的魔术，我是魔术的编剧，你今天有准备魔术吗？今天原本有，但是那个东西好像我刚找不到，我不知道是掉在就是工作的地方还是真假的。对，但是没关系啊，那个还好，那个不是一个重要。对，就是随便都可以生出来。好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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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古溜可以参加流水席吗？但他是真的要翻的。还有，对啊，就有这件事啊、哦。明年四月再找你们，可以点。没有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四月四号跟四月二十一号中间是哪一天？好的。二十相加二十五除以二，四月十三。哦，你好会算数。是吗？不知道。好，算了，场外大家数学都偏烂。那个股东说逸轩要来帮我一起跳爱的鼓励哦，所以哦耶，已经确定了是吗？因为逸轩刚有上市，我看了一下你的脸书。那他为什么没有讲话？他不是最喜欢在我们直播这边吵来吵去的？哎，他没有，他干嘛？讲话你要骂他，讲话你要骂他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因为够好够熟，可以这样。对对对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刚感觉很好哦。哦，我就帮你回答了，就是四舍五入是四月十五啊，哦，他是四舍五入，四一五 ，so this， 那就四月十五你们流水席啊，对，你们兄弟流水席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到时候四月十五，看要包哪一条，对，忠孝东路，对，可以吗？老师，你倒更强，台北市政府愿意吗？很执着忠孝东路，对啊，为什么忠孝东路这个东西会一直？出现在我们的那个里面，因为大家都走过九遍嘛，所以才会有就是对于连结嘛。还有，不要请动力火车。有人都可以从四月四号办到四月二十一为期十二天。哇哦！哇，我们要办市集，我们搞市集，我们搞个市集，尽力市集，对，保留市集，保留市集，开玩笑的没有？哎。股东可以吗？又搞他，你们自己挖坑，不要酸到我了。而且我们还要那个，还没呼唤股东。然后表演是帮帮魔术秀，众人一起跳古流舞，场面很震撼。然后挂红灯喽。
逸轩是团七吗？嗯，算吧，但我们不觉得我们在欺负他，就是他就是跟火车一样牵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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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讲冷笑话，没有啦。我刚说，因为你们当初说要到忠孝东路快闪，哦，因为好像说下雨，他们是在日本的街头互对喊。那个有影片吗？有，我有，哎、欸，我没有看过吧。哦，我们对，我们看那个。但哦，你说粉丝们，我们在期待你们忠孝东路的影片。哦，好，所以看了那影片出了点问题，那就是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蛮想去每个国家喊一次，就每个国家，日本啊。你说别人的 vlog 是到那个，然后有一个什么这样子撞下去了，然后我们是在啊，然后每一声都是每一个声音都是每一个字都是不同的国家。哦，日本很棒哦，啪啪啪啪，然后很山上，大然后告白，好笨吗？很大哎，我其实蛮赞的。可能会做滑翔翼，然后高空弹跳，然后潜水。我可以哦。对，帆船。你可以，可以。我可以高空弹跳。你可以。但我不要，我不要潜水。每个国家身上那个开车会到吗？有啊有啊。对对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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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开车会到，开车会到就好。哇，每个国家会破产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等一下会把账号 key 在这边。对，募资。对，我们真开始开启募资，还是好好写剧本。对不起，小姐，对不起，小姐。对啊，这剧本很赞。刚刚有人说，就是想看你跟毛毛 PK， 就是冷笑话这件事情。哦，冷笑话。今天要不要讲冷？你今天有冷笑话吗？虽然他刚刚也讲一个走九遍。我们边聊啊，突然间会有点干净啊，对，好，比较即兴，比较即兴一点。我们用滤镜吗？好省钱哦。股东口袋要够深才行，集资集起来。啊，我想到一个笑话，来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好，我们给你看，开始。你知道公鸡喜欢什么？母鸡。对，好、啊，然后呢？因为母鸡，什么无印良品？那跟公鸡什么关系？公鸡喜欢母鸡呀、啊，母鸡，啊，就母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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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印良品，我没有在业配哦。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你们听不懂？公鸡喜欢什么品牌？哦，公鸡喜欢什么品牌？公鸡喜欢母鸡呀、啊。对不对？公鸡，公鸡，那个公鸡 ，I know， 对，喜欢生蛋的母鸡，所以母鸡就是无印良品的英文名字，叫母鸡。OK。说下一位，谢谢。全部人下面都问号，点点点点。听不懂，有听过，哎呦，还有人听过，是对嘛？搞不好有真的有人听过。大家赶快笑，现在摔牌，哈哈哈哈，好好笑。啊，对，我刚刚没有讲到品牌，因为他直接猜对答案了。因为不然公鸡还可以什么？不然公鸡喜欢饲料，喜欢玉米啊。我们给他截图耶。小姐说：“帮帮帮我先去。”哎，你现在真的就是一败耶，就是失败了，冷笑话失败，有吗？觉得搞笑，觉得这不是我。好，没关系，好棒啊！谢谢谢谢，你们的肯定，你们的。你们这些反应是我的动力，对对，你看大家都摔牌，哈哈的，哇哈哈，好好笑哦，好好笑哦，再一个，哇，再一个，好，我们就一样继续，画面灵感，好笑，但是大家有要提供什么冷笑话给我们？啊，不是啊，打在上面就不太好笑，男视角，男视角真的很好笑哎、欸。
北投跟南势角那真的很赞。要来夸奖城邦的自信。鸭子喉咙。对，我也想鸭子喉咙痛。鸭痛。呱呱。鸭子喉咙痛。呱。好，那那个有请一下那个 Sandro 吗？ Sandro 你告诉我们鸭子喉咙痛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小姐说他好给面子，谢谢小姐。玄有冷笑话吗？我好像没有什么冷笑话，不可能要直播都变成冷笑话 OK 吧？大家谁先开始的？是不是你毛起身？是去七股岩山路能做什么？南瓜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南瓜，鸭子喉咙痛，哦、南瓜，哈哈，哦，蛮好笑的，真好笑，什么好笑？比你的好笑，还要加吧，还要吧，他比较坚持，地下道也不错啊，地下道那是什么忘记了。哥哥下弟弟，哦，地下道。Hello，你好吗？衷心感谢。对，从小有练字吗？这是笑哦，不是，他是在问我，对不起。笑话，你真是笑话。从小练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就是写喜欢写一些东西。南瓜，南瓜很可以哈。哎、欸，大家都哈哈哈哈哈，懂了，笑哭的脸。反应好像比他好一点。对啊，你今天反应比我慢一点，怎么办？聊到别，大家都很有才耶。啊？又歪掉？那倒也很好笑。聊到别，对，到别那都没错啊。两个人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右撇子。喜欢玄宇的字，帮讲长一点的笑话。长一点的笑话，嗯，我好像都是快很准的、欸。准吗？对，就是，就直接让。让室温直接降到零度呢？对，刚刚瞬间大家真的是安静的那一刻，好赞，好赞！母鸡斗，为什么超人哦救人要紧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们要停止冷笑话了，真的是火车跟南瓜都好笑。哎，还没有问呢，大家也我们都忘记问大家是真的有看第四集了吗？对，我们今天其实是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其实是映后直播、欸。哎，我们先拉回一下主题，今天是映后直播，就是大家看第四集了吗？我们先来聊一下剧情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要快点。来，有看啊，看了。哦，那大家第四集有没有最喜欢的桥段？是画面，或是画面？哦，林娇姐姐说，大家来讲一下最喜欢的画面，我们俩可以复刻一下。结果是水族馆，哈哈，别难，对，去表演水母，要绿皮了。水母，我们在这边表演水母，然后你们先讲一下，就是，最爱侯姐了，有叫卤味陪着看，嗯啊，对，第四集，哎，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就有说第四集是配卤味，然后第五集是配这个，哎，对啊，大家有猜到这个，有猜到第五集的这个是什么吗？安全带那幕很爱，念力开门，最喜欢念力开门，现在流行用念力开门，对啊，你知道有时候你就是会。开神，吴老板说生日快乐那幕，哦，那一幕定格很久、欸、他们定格到我们两个都想说对要很可乐，好可乐，怎么还要很可乐，头很酸，脖子很酸，
最爱在车里不静默，流利后颈。是安全带获胜。安全带可以重现摸脖子吗？其实摸脖子大家应该在蛮多地方都看过我们的，那是他的招牌动作。对，过生日那段亲吻在车上，古老板摸后颈那边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们是不是来演一下安全带吗？好啊，我们这个位置上是对的，不对？因为他们的反过来，我们现在是反过来看，是对的，所以我从这边这样拉是对的。哦，是吗？是吗？对对，是对的，是对的。好，那你要先上车，你先离开。我先上车，因为我反过来坐。等一下，要再反过来演哦。什么意思啊？演完之后要换他不会下来。想看想听，从哪里？你不是安全带吗？好的。好，我给我笑死。好，我上车了，我上车了。现在这是距离的版本。嗯，对，距离版本。关门。看到了。今天生日，寿星最大。有没有想去哪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我生日？哦，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啊。以后这个习惯由我开始。趁热吃，趁凉了，可惜。那就换了。真假的，真嘟假嘟。换我是真嘟假嘟，我先离开。汉城邦不会系安全带。好，你要在那里思考。等一下，我在思考角色，我在思考角色。你还是配得很熟对啊，还是超厉害，已经拍完很久了。对啊，半年。拜托，我们用心在演。你瞧是其他的没有？没有，不要在后挖坑。挑拨。那你们还知道对方的台词吗？你刚刚讲什么？嗨，我回来了。生日当天寿星最大，你有没有想干嘛？哦，你们想去哪里？然后这习惯由我开始培养。对，由我开始，由我开始，对。然后我要讲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我们先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对一下词哦。今天生日有什么事情？今天生日寿星最大。哦，今天寿对。今天生日寿星最大。有想要做什么？有没有想要做什么？有想要做什么？然后我说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生日？哦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我生日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我们没有过生日，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这个习惯。这个习惯由我开始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很紧张哎。都很紧张，紧张什么？紧张性的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你跟他有点事，你又不会系安全带。我要开车门了。为什么？你先，可以啦。你下，因为我在感受，好不好？感受方式这样 ，OK。一个害羞的大男孩，害羞的大男孩。今天生日，寿星最大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我生日？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这习惯由我开始。趁热吃，面凉了的。笑死！他都很神，对啊，流利。你到底？你看到中风是什么？我像中风是再一次我哪个大哥很中风？我笑了再一次他很
再来一段。再来一次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就是不要是中风，不要是推，那种中风，就自己就还抖动那个种。OK， 好，来。今天生日，寿星最大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生日？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这习惯由我开始。你脖子好温暖哦，我手好冰哦，再放久一点。哎，真的碰到后面这边会。对不对？快还是因为我手很冰的？不是，就是会有一个呜，就是。是你耳朵没有红。酥麻的感觉。反正那是我战力。什么味儿？我看一下哦，这个说果汁是要消除谁？好不习惯，还是换回来好了。原来。太绝了。啊！我知道，我刚刚声音没有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变猛男在那。我们家没有跪下。你刚刚也没有这样吗？你没有这样吗？你没有这样误会什么？有误会，不好意思，观众有点误会。都不是那种玄宇专属的暖暖包。陈芳，你还是好好演功好了，不然去写剧本。我劝你写剧本。小五哥说这个保留，我们再一个。好，哎，我们时间好像。就是差不多了。第一次我们演攻守交换，然后大家说不要，没关系，没演大家都觉得好看，好看。真假的？谢谢大家捧场。我们一直原来在就是正确的角色上面。你们的意见我们都收到，但不会参考。好哩，好哩。截图时间。哦，截图，让你截图住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做系安全带。好赌系，攻守交换，你要一起系吗？玩上你，一起系安全带，就我帮你系，然后你帮我系。什么啦？不是什么？什么啦？其实蛮好看的，所以挡到脸哦，手下来一点，要下来一点，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好的啦，三秒。那我们再摆 pose， 就是大家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。我觉得到时候发出的截图上去，大家会想什么？他们到底在干嘛？小鼠，系安全带。理由喜欢小愚公。对，理由好像比较喜欢反快点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最后你的剧本想到了没？我们已经要收了。对啊，剧本结束。我们用你的剧本来做今天的 ending， 你想到了吗？你说一个生日的生日，就是元素要生日要有第四集的元素去创造，不一定要全部都放在里面。好难哦，编剧不好当，编剧不好当。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，只要是尽力，哎，尽打错，尽力的尽打错，好严格，熊，棒棒的剧本。其实我刚才剧本就讲啦，就是我们在每一国都是出现我们大本哦，安属猎对啊，比如说我在山上，然后你在就是底下，不是、啊、你在山上，你在溪谷啊，这种就是落差，一个在山上，然后一个在地平、哦、地就是平地的，对，然后就有点像。赛德克巴莱那种感觉，然后你要飞空拍机，然后对他要拍很贵的戏，听到我喊的那个字，然后再哇，飞进到底，然后直接到又到溪谷，然后从溪谷正面这样迎面而来，你就看到溪流这样，然后直接推到溪流的溪，对，有梦最美，那人设嘞？人设就是古晋跟刘丽还是原住民？
我们要半年，就是新石器时代那种，就是就是我们，他是没有你，你已经是原始比较原，你那不是原住民的，那是原始人，对，原始人，原始人，哦，可以是原始人的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这样自己捕鱼。自己捕鱼，然后还要从山上钓那种山猪下来，有那种山猪，你知道吗？问你说你要花多少钱？太久了，是原住民，我原住民这个角色不好穿。我觉得原始人还是原住民，原始人不容易，他们走路啊，嗯，现在很好，现在实际上不用计较。有鬼怪布就可以了，装法也不用，不用包装法，不用包装法。对，但是就是场景比较费钱一点点。哦，这是一个原始人进化的故事吗？对啊，就是你在原始时期，你就懂什么是爱了，这件事情。感人哦。对，我们不是一直进化到人类才懂。然后后面才变机器人。对对对对，其实这是一系列，这其实叫做 VBL 前传。哎，有，其实有人讲到重点，所以台词都是呜哇哇，对，因为这部不用背台词吗？不用背台词，开外面哦。哎，哎呀，老板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不但他们有那些石器啊，是不是？那可以拿来干嘛？就是做东西。那个现在很珍贵。他们那时候的石器啊，他们那遗物很，现在都是在博物馆里面。我知道。嗯。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哈。很古板，就子木。好喜欢，大家问好问好问好，都不行。上次外星人，外星人我也想过。小磊说不用制装费，只需要树叶，台词也不用了，很好。好笑，所以你们需要演什么？哎，这很考验演技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这只能用。对啊，你只能用肢体，还有就是情绪。嗯，你们要看懂我们要什么，下次演给你们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乱讲话，乱讲话，我自己。先喝两口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差不多时间要跟大家 say bye bye。Say goodbye。要不要抽奖？哦，抽奖，我们要抽什么？拍立得三位。哦。抽拍。好，那我们要的写一个什么？跟第四集相关的、啊。跟第四集相关。要不要？嗯。啊！祝刘丽生日快乐，你就写刘丽生日快乐，对不对？因为是谁？那关我什么事？对啊。哎，什么叫关你什么事？刘丽不是你的谁吗？好、啊，不要，我想一下。没有，不就刘丽生日，刘丽生日快乐。对，对。好，开始祝刘丽生日快乐。祝刘丽生日。刷起来。刷有。要念一下他的那个 Nina Nina K R L A 02 JN 嗯 JN 有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0711还有两个哦，你随便另外两个，然后想别的题目。我要那个 Y 点 dash 点 A 点 dash 点 Y 那个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好，那是咿呀，因为它中间有空拍啊，那不就是咿呀，不太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再抓一个，再一位，古董作第五集也为了实证到食物做了一个很强的数字。嗯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数字。再暗示一下，刚刚才讲出来，暗示一下。哎，等下我们还有一个还没抽啦。对，再抽。现在抽一个。第五集就等一下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第五集就古晋变魔术啊。嗯啊，
第五集我今天在变魔术啊，对啊，我就变成这个魔术啊，所以我从上一次直播才会有这个动作出现啊。你在那个用心良苦啊，现在必须要抽奖。最原始的也在。好，就这个 T.YYYAYUUU- 阿花应该改名叫拉拉，我看不到名字，你有看到吗？看到了。好的。恭喜！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相伴代替刘丽，谢谢大家，祝她生日快乐！大家不管是生日还是之后的每一天，都快快乐乐哦。那我们就用那个第五集的那个当结尾。好的，大家拜拜，一起见喽！记得要点这东西来吃哦。是什么？你自己猜，会有预告？预告里面有吗？吗？我不知道，有吗 ？I don't know。嗯，敬请关注哦。你再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给你关注。